你在看什么呢？你可别过几天。讨厌，讨厌牙齿。喂，在想什么呢你？别走神。战斗如果不是为了和平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好吗好吗，当然你是优先，软弱是最碍事的东西。不想打架的就赶紧跟我回家。操作摇杆前往目的地。训练开始，第一波小怪已经到达现场，用普通攻击就足够教训他们了。点这里使用群体技能。神兽回复不复血吧。玉蒲公生气了，这下被打到可疼了，快躲开它。神兽洗礼这个技能呢，可以瞬间恢复生命哦。
快去寻找小月牙吧。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等你好久了。我得先回卢米亚城啦，你可以来找我玩吗？装备上这个鱼咕咕魔盒，有没有感觉到突然出这个鱼咕咕魔盒，不同的魔盒拥有自己独特的技能和外观，厉害吧？不同的武器魔盒、拖动魔盒更换位置，是不是很方便？魔盒会提供属性，也能改变武器的样子。还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点击这里查看哦。用这个闪光技能，没错，这是鱼咕咕魔盒的独特技能呢。获得了新的魔盒，来看一下吧。选一个要穿戴装备了以后，武器的外观就变了。装备了以后，武器的外观就变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过来！我们人手不足，兽人攻势不小，必须马上撤离。还傻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！别磨蹭了，快去骑上小羊驼，报告大佬，到码头找军需官，他会安排你们离开。哎呀，好期待啊！你会喜欢吗？怎么回事？那边怎么了？这边，这边，往港口撤离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去找渔夫费尔南先生，他会在你离开的。小兄弟，快上船吧。这次船好像漏水漏得有点严重啊，还是先找个岛修理一下吧。
果能帮我收集一些木板，船或许还能修。老规矩，不仅能增强体质，还能改变外观哦。脱动魔盒更换位置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好像情况更糟糕了。恐怕用上这些木板也无济于事，这下船彻底不能用了。应该是这边。看，烽火台在那儿，你要是怕游过去太慢，就吃朵风铃花加加速呗。造野猪掉落的一装魔盒，快装备起来。祖子吗？你要去黎明海湾？太巧了，我们也正好要去那里。上船吧，我带你们一程。马上要到黎明海湾了，哎，还是外面玩有意思。你有去过其他好玩的地方吗？怎么会遇到海盗？那怎么躺着一个人？喂，醒醒，快醒醒！从刚才平稳的鼾声来看，你应该溺水不严重吧？我叫丘尔德英，举手之劳不用谢。你也没事，这我们的洛肯船长不见了，你能帮我们一起找找他吗？
开，走开，不要过来。戳这里，你这么厉害，戳这里查看技能详情，点击这里来试试升级技能吧。上吧，哦对，武器的话最多可以装备三个魔盒哦。不同的武器魔盒啊，可以赋予你不同的技能。多亏你及时赶到啊，吓坏老人家了。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孙女温雷尔还有艾伦他们啊？附近的小鱼人这么凶，他们万一被欺负了就……可算找到你了，温雷尔刚才被那两个兽人抓走了。每天前进一小步，十天前进十小步，十天前进十小步，不是，是前进一大步。这个魔盒要鉴定一下，来试试吧。
来看看刚获得的魔盒吧。这个魔盒有点弱啊，没关系，就这里开始洗炼吧。尝试洗炼一下吧。温雷儿，我的喜悦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请你一定要接受我为你准备的礼物，请这边来。这里这些小坐骑，请务必选一只作为我的谢礼吧。买了之后，坐骑就归你了。特别提醒，你这两个道具的特殊效果哦。努力获得自己喜欢的坐骑吧。干巴干。戳这个坐骑，戳这里，欣赏下收起背包吧。报告大佬，从这里可以快捷上坐骑。动作快一点，磨磨蹭蹭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到底记不记得自己？不过在你回去健身之前，听好了，有一名侦查员刚来报告，说是我们日常侦查的时候，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朵灰眼人的大花，见人就咬。我发誓，我可从来没有见过那种东西。你是来调查这东西的吗？太好了，据我观察，这个奇怪的花是从我背后那个漩涡里逃出来的。
哥，你刚才刷拉就消失了，又突然出现了，那个巡物果然很奇怪。说这里切换到强化可以增加大量属性哦，要记住哦，强化是需要消耗强化石的。时空裂隙是不稳定的能量汇聚扭曲导致的空间割裂现象，除了实力之外，还得考察下你的知识储备。严肃点，怎么进行装备强化？怎么获得强化石？怎么才能进行磨合洗炼？勉强算你过。我现在要回一趟卢米亚，把黎明要塞的情况汇报总司令。你就跟我一起去，完成你的职业晋升吧。职业晋升的流程我就不废话了，速度快点，我不喜欢等人。这个是今天份的礼物哦，戳这里领取吧。这是明天份的礼物，是漂亮的时装哦。你好，我听说杜恩每天都能收到情书，可是我是说，谁也没有见过神，不是吗？不能这么说。你好，我听说杜恩，你得知道，我们从不追随虚无的事物。听说杜恩每天都能收到情书。说这里。可是我。你终于有所成就，说这里完成进阶任务吧。不要忘记神圣的誓言。不要忘记神圣的誓言。再接下来，完成了。说这里，正所谓没什么事了，一步一个脚印呢。这是你的下一，这里可以看到你的成长之路。小伙伴一直在一起嘛。说这里，报告大佬，加入工会，都不喜欢可以点击这里创建自己的工会哦，工会福利可多了，一起来看。升级个人工，那不同的科技效果，想升级的话花一点小钱钱就行了。
凯瑟琳长官让你尽快回黎明海湾。这位船长应该是你的朋友吧？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这回温雷尔真是闯了大祸了！拜托拜托，帮帮忙吧！冒险手册是什么呢？能看到各种怪物的。戳这里可以查查。哎，再教你点别的吧。提升冒险家等级，可以学习冒险家技能。船长爷爷总觉得我还是小孩子。幸亏温雷尔真的是就知道闯祸，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？又见面了，温雷尔吗？我看他划小船去对面了。温雷尔可真能折腾，快上船吧。
的味道。谁在哪？你是谁？我主播进来的。船长爷爷，我才不会！哎，别动手啊！所以是不对了。刚刚你们长官让我来找你来着，说是海盗什么的事情。亲人呐，我们的船就千万拜托你了。总快，海盗现在越来越猖獗了，收拾海盗刻不容缓。听好了，清扫下外围的小海盗，然后把船上的家伙干掉。居然敢来抢我的船！注意躲避！有本事你等我喝完这一口！爆！叫杰克的老鼠怎么会这样轻易狗带？傻了吧，这可是我第二次救你了。别丧了，走了走了。船已经顺利夺回，这些海盗不会轻易善罢甘休，以后只会有更多机会跟他们交手。